有看恐怖片的这个道理。哎呀，你跟我们面相这样行不行呀？洗澡去了。倩倩，等会我们俩假装出门下下眼。达成共识。呀，我们走了。你们去哪儿？假装出门，和女友闺蜜悄悄躲在窗帘后面。已经开始害怕了，打开客厅的灯，冲进卧室，拥毯子裹紧自己，感觉不太够，再去一趟，差点摔一跤，抱紧了自己的娃娃，居然看起了天线宝宝，给他加点料。喊累了，准备起来。鞋子都下没了，我不是我太大了，你快去看一眼要吧。呀，你没事吧？